就是昨天下了雨，我们家还没有呢。哎呀，看一下这个桶，这个桶是消了毒的，这叫 PET 的桶，这叫食品级的。这个桶摔不坏，五斤装的，特别的耐摔啊。这里有一个啊，给大家看一下，是不是有毒的？这个桶摔不坏，所以说大家不用担心这个运输途中啊摔坏摔不坏。